这当时是早时七点十一分哈，咱今日要做一个活动，就是今日咱要做伙去上班哈。咱这当时位置是伫新北市芦洲徐汇中学站这个家哈，咱有看到这徐汇中学。我是吴建兴，嗨，你好。今日是九月十三号，是2011年，一大早拢真侪人拢开始上班啦，吼。咱主要是讲，建议世界政府吼，我都较，用微通膨吼，就起一寡计数吼，也有钱较济来解决讲，财政紧缩的问题，其实得利吼。欧洲的问题，欧洲银行啊，哈，甲美国，真多谢大家。我是吴建兴，嗨，你好。